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勋，非常感谢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，我们继续来玩《恐龙王创世纪》的游戏影片啦、希望你们喜欢这曲下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观众帮阿勋点个喜欢，想让更多人知道阿勋频道以及影片的观众帮阿勋分享出去，想知道那阿勋更多影片消息动态，帮阿勋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正片开始啦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就来接手这只巴龙，先捕获它。来啦，月巴龙，哇塞，它样子长得好诡异哦，头上，然后嘴开开的那种，然后，哇，有个怪异的，诡异，一只接着一只出来，各位看看，真的很诡异耶，然后前脚跟后。前肢跟后肢直接撞上去，然后身体又这么窄，然后卡住的那种，头上嘴开开，有个怪的。从整体颜色来说，好像就是大紫灰，然后再加上一点普鲁士蓝的颜色。他们就这样走的，头开开的，哎，这有点像怪物一样。妈呀，有怪的！哎，有车子卡住了。好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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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把盒子开回去，看来我们月霸龙被他孵化出来了，哈，这大头鹰长得有个怪的，哦，牙齿这样看着不平，嘴巴这样开开的是什么？好像有点像怪一样，哈，有点怪怪的样子。好的，我来为各位预告下集，下集我们将会录制圆饼龙在这里。好的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集，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